哈喽老铁们，今天来个猪皮卷儿。拜拜。肥大有啥用啊？还不如吃点蒸点喝点呢。嗯，我这胃多大呀！哎，保镖，给你吃个好吃的啊。给我们家保镖吃个好吃的，妈呀，气死我了！不生气，不生气，不要生气，哎，莫生气，莫生气。来，坐我旁边吃个好吃的，火鸡面酱好吃吗？好吃。让我降降温。哎呀，香吗？香。这是你老公吗？这不是我老公，这我老爹，爹这我老爸，老爹，我他老爷子。嗯，我是他闺女，他是我老爸。这我这毕竟是他老公，他缺父爱啊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吃你的就完了，吃都堵不住你嘴，吃吃，干就完了，兄弟们，干了兄弟们。我跟你说这个，兄弟姐妹们，干就完了。这个你得这样吃，这样吃好吃，知道吧？嗯。
孩子，这个还卖吗？直播间有没有吃过咱家饼的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玉林镇的金饼，特别透，特别薄，但它特别筋道。一个饼就是直径26厘米，赶上北京烤鸭的两张饼皮，要对，精打精摔。嗯，卷点土豆丝儿，卷点生菜叶，做个老北京鸡肉卷，做个家常小卷饼、小春饼都行。要吗？要。要赶上车。嗯。直播间有没有买过咱家金饼的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这个金饼薄如蝉翼，透而不破，而且嘎嘎好吃。收到过之后想怎么吃怎么吃，小小一张。来，正常在外买这个饼一包要多少钱？25块钱一包，对不对？对。一包里边是有20张的，320克。就今天在我直播间，25块钱一包，来两包呢？50。两包50，纯手工制作，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。来三包，75。做个淄博小烧烤都行，三包，3包75，29.9三包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直播间下单成功，多送一包，到手4包，给不给力？好的，多送你一包，到手4包。来4包80张，来今天直播间再送一包，5包，5包100张，29.9。对，29.95包，1包320克，到手100张，弹力十足。收到货之后啊，吃你的就行，赶紧把对，把这一口赶紧吃，你吃太慢了。一袋的话是20张，老铁，320克啊，上车是不是？咱家这个饼，老铁们，薄如蝉翼，特别好吃，薄而不破，透而不亮，家人们。收到货之后啊，不想吃了，吃啊吃吃吃吃啊！我爸都吃饱了，给我爸干饱了，啊，都给我爹干饱了。嗯，来吧来吧，你举货吧，我来吃。哎呀，吃不了啊，他这小口儿，放个盘儿。樱桃小嘴儿，老铁啊，樱桃小嘴儿，哎，樱桃小嘴儿，没有办法，管得太脏了。哎呦，美女晚上好，晚上好呀，家人们。再卷两张，我妈在旁边做链接，我再聊卷两张金饼，还666，老铁，一包的话多少克？一包的话是320克，20张，5包，老铁，5包100张了，5包挺多的了，家人们，给力啊！6包的话就不行，姐妹们真不行，刚刚那一批给错了，这一批给不了了。收到货卷一下，嘎嘎好吃，做个老北京鸡肉卷都特别好吃，家人们啊！转个菜，转个肉丝，转啥都行，老铁啊！薄如蝉翼，它本来就是熟的，而且一点都不透。嗯，我都上了300单了，老铁，我这个饼是熟的吗？转了，再来一个。我这个饼，老铁们，我这个饼你们收到货之后蒸一下、煮一下就行，它本来就是熟的，高筋小麦粉给你们做的，一袋320克，你要6包的话，一袋半斤，是不是？6包都3-4斤了，老铁。对，保质期常温26天，冷冻冷藏能放1年，薄而不破，而且非常的透亮，家人们看。老透了，面膜似的。嗯，收到货能不能给我一个好评？来来，妈，给我再送上200单。来，咱家这个饼有没有买过的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纯玉林镇美玉林饼，玉林的金饼，玉林镇的金饼。来，今天直播间29.9，再送一包。来，上链接。好嘞。29.9，今天直播间到手给您发120张，6包，给力，保质期26天，老铁。收到货之后常温放，冷冻冷藏也能放，我建议你们放在冰箱里啊，炒个菜，卷个饼，当个主食都好吃。这饼老筋道了，薄而不破，透而不亮，而且嘎嘎好吃，嘎嘎筋道，给力，29.9，今天在莹直播间到手给您发6包，给力，好，冷冻保存240天，老铁，8个月啊，嗯，好吃，常温保存21天，嗯嗯，好吃不会给你吃的啊，店名称你做一下，对，做个老北京鸡肉卷都行，开点就能吃吗？收到回到货之后，回到家之后隔水煮，上锅蒸，它是高筋小麦粉做的，它本来就是熟的，但是你得给它加热一下，想办法加热一下，嗯，卷点土豆丝儿，哎，卷点黄瓜，哎，都行，老铁，嗯。卷个胡萝卜都好吃了，做个素拼，做个肉丝，老铁啊，做个小凉菜，对，挤点酱，卷个老北京鸡肉卷，嘎嘎好吃，老铁们，对，薄而不破，透而不亮，家人们，嘎嘎好吃，看这一个饼，吃这一个饼，往往都能让人吃得饱，再吃一个不？哎呀，吃吧，这不比吃面条好吃，什么味道的呀？
他这个是原味的，老铁，是真的好吃。拍了佳姐，来直播间拍了打拍了，加一打佳姐啊！看见吃的香又拍了一单。咱家这个饼薄而不破，透而不亮，家人们收到过之后精打精摔，精打精摔，家人们啊！一包里边有20张，我这一盘是2包的量，一包里边有20张，一包是320克。收它本来就是熟的高筋小麦粉给你们做的，收到过之后隔水煮上锅蒸，而且咱家这个是健康的小饮小主食，家人们非常透亮。正常在外面买这一包25块钱，对不对？对，买一包手工制作的精米25块钱，一包里边有20张，来两包多少钱？2包50，2包50，3包75，3包75，60张，来4包，100，4包的话是80张，对不对？对，来5包100张，100张，5包125，100张，家人们100张，5包29.9，今天下单成功，我再额外送你一包，我再额外送你20张，20块钱，29.9毛钱，到时候给你发6包，给嘞。右下角小黄，最后10单。最后10单是不是？来，最后10单拍完我们就收了啊！谁拍谁，老铁啊！蒸几分钟，蒸10分钟，啊、老铁啊！它本来就是熟的，隔水煮上锅蒸，家人们啊！咱蒸10分钟为就为了好接，老铁啊！对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因为咱这个本身就是熟的，老铁啊！是的，咱这个鸡米配料表非常干净啊，就小麦粉跟生活饮用水啊，配植物油，没有别的，老铁啊！常温保质期21天，冷冻保质期240天，8个月，老铁啊！好吃不会仅仅吃，老铁啊！这个加热方法后面有教程，老铁啊，你可以看后按后边那个教程。如果我们说的要记不住的话，你按后边那个教程做就行，老铁啊。咱那个鸡饼收到货以后，本身它就是熟的，加热一下为了好接一张张的。对，你要不加热，你接不好接，老铁。是的啊。好吃不会轻易收，老铁啊，给力啊，谁拍谁的啊。太好吃了，你拿它拿电饼铛烙个鸡蛋饼，吃多好吃。给力。你用电饼铛，老铁，把鸡蛋磕了里头放，再放个鸡饼，我鸡蛋熟了粘在上面了啊。您再反过来，我还可以再磕鸡蛋，老铁啊。再说老铁，你可以做个凉皮都行，老铁啊。好吃给力啊！我觉得冷冻放吧可以，我觉得就这个黄瓜丝好吃。对。您揭开，您切成一条条的，做成这个袋子是食品级的环保袋，你可以放心的去给它放锅里蒸。对。咱那个袋子是食品级的，老铁啊，你可以带着袋儿蒸也行。如果感觉有膈应的，有袋儿，你可以搅开它，把饼拿出来上蒸汽蒸就行，老铁啊。对，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。转个树皮，转个肉丝儿，当个凉皮儿都可以，老铁啊。是的，好吃不贵，经济实惠啊。你转个蔬菜都行，老铁啊。转个蔬菜。现在咱那边都放假了，是不是？你拍拍金饼，老铁，回家以后。让孩子自己丰衣足食，让自己动手，对，是不是？弄个鸡蛋，来吧，准备弄个树皮、肉丝都行。给我，一大包，我得改一改。给我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来吧，你坐我旁边接着叫。几袋啊？一袋几袋啊？来，姐妹们，我准备收了，能拍就拍，行不行？行。收到货能不能给我一个好评？能。认证的煎饼，可能今天就给我加到500单，但是我要准备收了，因为我们卖完了。这个饼你们收到货之后可以卷东西，也可以直接吃当主食吃。正常在外面买这个饼，是不是一包要你们25块钱？对，一包320克，320克20张。玉林镇的精饼非常好接，薄如蝉翼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饼全部都是高筋小麦粉给你们做的，精打精摔，而且咱家这个饼吃起来口感非常的筋道。你们正常在外面买这个饼，是不是得要你们2块钱一张？对，我这一包里边有20张，40块钱，我对半给你卖25块钱一包，一包320克，哎，来2包50，2包50块钱，配料表小麦粉、饮用水、食用盐，没有添加剂、防腐剂，3包75，3包75，60张，来4包，100。80张，4包金饼80张，今天在我直播间来29.9毛钱，拍下给您送一包，5包给美丽，125，右下角100张，能付款成功的29.9毛钱，夏天到了吃点金饼金面，家有老人小孩的不爱吃主食的，来今天直播间直接再送一包，到手6包，120张，150块钱，29.9毛钱，我的个妈，来能拍就拍吧，给力给力，嘎嘎好吃，我再卷一口菜，我下去休息休息，真的姐妹们，巨无霸巨无敌的好吃，哎呀，好吃不过经济实惠，绝了，谁卖谁的啊！哎呀，什么时候发货呀？拍了是不是？拍吧，姐妹们，家里有孩子的，老人孩子放假了，什么时候发货？明后2天都能给你们发走。哎呀，嘎嘎好吃，嘎嘎炫呢，你就炫吧这饼。你转肉丝，转鸡胸肉，老铁，转啥都行，老铁啊！太香了，老板。对你转个素皮，转个素菜，无论是做成老北京鸡肉卷，还无论做成小包子似的，哎呀，真好吃，好吃。看着我给我爹卷的，我爹就爱生吃是吧？那你这吃完好，
放什么筷子？疏通一下。火鸡酱在小车呢，点进去小车可以拍。怎么做呀？问客服，或者是你听我们的，它本来就是熟的，隔水煮砂锅蒸，来我给他们接一个。隔水煮砂锅蒸。